你会用猪哥哥开荒，但你一定不知道他的灰兵可以奶17000还带进化。本期视频就来说说兖州版本这位最强吴国辅助的实战表现。猪哥哥的治军特性里最亮眼的就是静心效果，可以使自带战法灰兵谋胜获得额外效果。灰兵加上静心后，同时具有抵御、治疗、净化、防御更加全面。围绕这个效果，还可以带上折冲、赴汤蹈火叠加抵御，灰兵再让抵御产生解控和治疗。猪哥哥在这里的定位类似鲁肃，从祭品耗失的增益减伤治疗转为解控减伤治疗。SP 吕蒙也可以用城普带攻散技代替，赴汤蹈火可以用草船平替或者众望所归下替。如果用老吕蒙代替 SP 吕蒙，战法可以选当风加无当。兵书用顺天神机妙算，对战黄马枪，众志成城换成当风，胜率会更高些。这套阵容比较怕必中，比如灵统、孙权，还有带了精准兵书的核弹章。最后再推荐猪哥哥两套老阵容供大家选择。更多治军武将特性实战测试稍后继续，我们下期见。